东阿波为着促进台湾农业因素发展，同时照顾着弱势，提出零至二的计划，后壁区农会嘛来响应。每礼拜运用在地食材做成美味的便当，并且有着专车送到弱势族群厝内，让因食健康。我们今天还特地结合说我们的绿教专车，我们送我们的零饥饿便当到各里急需帮助的地方。那名单都是由各里的里长他知道说在地的需求，包括一些独居老人或是低收入户没有办法自理便当的部分。那我们特地结合在地的产销履历米，在地的一些小黄瓜、时蔬等等，也结合我们绿教站妈妈今天的制作的爱心杯子蛋糕一份便当跟康乃馨的部分，希望可以让各里的独居老人或是一些低收入户感受到农会帮他们存放这个一点点的心意，也可以温暖他们母亲节的这样子节庆。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农会这回嘛特别将日照班阿公阿妈所做的鸡蛋糕，也有应景的康乃馨，连同便当做伙送给长辈，提早祝因母亲节快乐。妹妹，真好，送鸡蛋糕，送便当，谢谢啊。我有那多少？十几吨哦，我拢唔知影你，我系前辈，你今仔日读册？我计读册可能哦，系啊，民国几年？十几吨，我民国八十二年。八十二年，多十五吨哦，安尼到民国九十几年。感谢，